太好吃了耶！我哥才不会跑进去。这个小孩很专心的在吃面面。不要打扰他，让他专心的吃，让他专心的吃面面，慢慢吃，还有很多啊、哦，一口吃完再慢慢吞下去哈、哦。看到我的肚子都饿扁了，因为他吃起来好像很好吃耶。你都煮，妈妈煮的太慢了吧？你的肚子都饿了。对呀、啊，看这样子，看你吃很好吃耶，真的有很好吃吗？有。